这个就是太平国小的正对桥。哦，他说有时候给一些登山客，那就是喜欢历史文化的，就可以来看这本《淡蓝古道》。我今天跟李部长走了一段淡蓝的中路，我看非常感动，因为里面风景非常优雅，尤其保有原生种的双向节，还有多种的野生的这些动物。都值得我们可以来了解。其实一条步道不是只有人使用，它其实动物也住在这，动物也用。那我们就是在这边已经挂了两个人，就是要了解这地方的使用量，还有就是动物它的生态能够受到影响。石头照你，其实啊，你个七路好水好水，看旁边下面都水好水。新北市有这个一个条件，把北北基林桃整合起来，带动北台湾的旅游。所以部长一直往西北跑是对的，因为他这是一个重点嘛，他把它衔接起来。他甚至手作步道，他主理的，对，这个刚刚好，很舒服，一切都很舒服。对啊，这样这个路径之美，我们谢谢我们千里步道的协会好朋友跟我们管理。让他重回历史的记忆。看到呀，看到呀，看到呀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珍贵。这个步道它是有生命的，这个生命是记载着历史的轨迹，所以淡蓝古道我们仍然会持续不断的走下去。这些秘境值得大家来走一走，真的，你走一次，永难忘。